边聊，现在在补强状态。地震发生后余震不断，秀林乡金女士家里天花板坠落，时刻担心锋利的钢片脱落伤人。因为我们进去的话，万一一震来了，我们要跑到外面停，情况下都歪歪的，没有小孩子会受伤怎么办？基督教芥菜总会启动修缮团队，初步估计有300多间民房需要进行居家防震加强与修缮。我们也会到现场继续帮你做评估，有些地方是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灾害的发生，危险性的这个很多人都没有去思考到。倒塌破损的水塔调来怪手重新安装。我觉得就像齿轮一样，大家互转，不分你我，不分团体，我很乐意去协助，任何人都愿意去帮。部落的房子多多少少都有受损，家里大大小小的损伤影响日常生活。去看一下目前损伤的情形，然后整个修复的程度，我们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，让我们这些案家都能够把这些修缮完成。我们一起携手同行，互相的来扶持，共同勇敢的来面对未来。伸出双手修补破损的房屋，希望尽快恢复如常的家庭生活。大爱新闻唐南君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